家好，我是阿曼达，我们来看11月8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运势最好的星座，恭喜射手座的朋友。如果想要脱单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有新的桃花就在身边出现了。水瓶座的朋友有机会整理一下办公室的这些环境，可以让我们有崭新的心情。天蝎座的朋友有机会得到一些营养方面的新知识，来改善我们的饮食与健康。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双鱼座的朋友可能会因为自己无心的言语造成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些误会。巨蟹座的朋友要留意哦，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同样的商品自己却买的比别人还要贵。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颜色是红色。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颜色是紫色。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颜色是蓝色。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颜色是黑色。